可以写577344777。没洗手，手都没洗，我就过来了，进的太快了。还6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，没事，不讲二阶的档了。让他先推吧，我们这前期其实这英雄完了，一个都没补着。谢5429的办卡，一过来扣一下，啪一下，抛一下 ，A 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一边，两边，三边，四边，五边，抛一下，六边，七边。八边闪现，九边死了，十边尝尝我闪电十连鞭。谢谢我粉丝给我扣的666，谢谢。漂亮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下，一边，两边，三边，四边，五边，六边，我先赶紧对线。谢谢豆小鱼6623。哎哎哎哎，我偷！哈哈哈！再见，走了。你俩还没完了是吧？你俩还等？哈哈，有完没完了你俩，估计这可管不了啊。我给你一鞭，回家。还有4分钟开奖啊，现在有25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谢谢铮铮前男友的飞机。这把出个面具吧。好，谢谢真真前男友的飞机儿。我看你不谢了吗？我就不谢了。谢谢22722的办卡。再也不会有了。好。正好这把也有个冰女，跟我以前玩的塞拉斯玩的时候挺好的。谢谢机械师的板卡，谢谢南宁汉的喷粉。一款铁链。我的炮车，还来不来了？一边，两边，三边，四边，五边。谢谢小叶儿的单卡，谢谢达哥最帅了。刚才应该直接杀他的，我刚才没大他，哎，我直接大他，我敢能杀？得大，掏一下 AE，AE，Q 一下，点烟，吃饼干，打眼儿，吃药，漂亮啊！
我给你一鞭，六六六啊，黄鸡。别死我了，不好意思，又死我了一波。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锁血。吸引蓝宁汉的亲爸爸的两个半卡。谢谢蓝宁汉亲爸爸的两个半卡。这是不应该直接能出啊？不对啊，这出错了，这样。谢谢夏之泥丁。谢谢小丽奥。疯了吧，疯了怎么不用，没事拉倒吧。谢谢拆北洋。欢迎蓝莲汉亲爸爸啊，蓝莲汉亲爸爸。双倍亲密度贡献挺多，饶他一命，抠一下。一下掏一下，一边。两边，三边，四边，五边，昂扬来，扬过，掏一下 ，A 一下，一边，两边，三边，四边，死了，哎呀！谢谢大鼻子露珠的三个飞机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说实话啊，这把我隐隐之中见过，就对面的阵容一模一样的阵容，赵信在一模一样的方位干扣了我一波，我那把玩塞拉斯我印象特别深，但那把输了。谢谢蓝莲汉宽粉和大鼻子露珠的三个飞机。穿越了，不是梦着了，就我这局我玩过，但俺们输了。下一波我跟奥恩拼，然后我会被奥恩给打死。不过我预知到了未来，所以我不会被他打死。我选择推线，这一下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点盐平 A 吃药再 A 往后拉一边，但是蓝枪这波我没预知到，蓝枪来的这波我并没有预知到蓝枪会过来啊！我改变了未来，这家伙因为蓝枪和你一样也预知到了，那应该不太难。补刀少了啊，谢谢，确实补刀有点问题。谢谢，谢谢。吹粗腿比吹腿粗的粗腿，给我念。吹粗腿比吹粗，比吹腿粗的粗腿。粗腿粗的粗腿，练过来。应该是腿粗吧？可以呀，我都练这么多遍了，他不能错。我掏，我必须得掏你呀！打不了平呗，平呗。一边，两边，三边，四边，五边，一过来练一边。两边三边，这
这边连爸爸都偷不着，俩人全偷过来，相当于我们少个技能。612了，一开始呢塞拉斯好像打不了小兵就不回血，也不知道谁跟我搁那儿。那回我玩塞拉斯，我问那塞拉斯打不了小兵回不回血，回，但是回的少，跟我在那儿，但是回的少，回个屁。根本连回都不回，还回的少呢。第二过来，一边两边三边四边起扬，嗯，短掏过来，一边两边三边四边点燃，五边六边，刚才羊是不偏了，哎，不动了。刚才有个小细节啊，就是山羊是出了反甲的，我们不要先 A 他，再用 W 掏他，先掏他，然后再 A 他，这样我们回血效果会多一半。哇，掏 A， 再 A， 一边、两边、三边、四边、五边，哎呀！可恶，先来个美甲窃魂卷，怎么的了，出个水银海。没有加钱儿。你怎么回事？有人说这个掉线是挂，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挂。你不要啊！点赞。算了，我还是上路收线吧。其实对于红 buff 来讲，我更需要蓝 buff。一链过来，一边、两边、三边、四边、四边、一边、两边、三边、四边、五边，啪！漂亮。扫一下，一个人要是跪下了，过来，我们 Q 一对点吗？谢谢南宁汉的地下情人的办卡，谢谢南宁汉地下情人的办卡，谢谢。兜兜兜。比谁掉的远呢？一边不打了，我们不上啊！一边、两边、三边、四边，好像没那么多边，无所谓。一边、两边。
哎，走呗。谢谢月光充电器。嘿，快跑！一下，大肚掏 A 链 AQ 平 A， 先给我杀一下。哎，没想到吧？厉害，这英雄可弱了。你见过有人玩吗？你都没见过他英雄能厉害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假装不好意思，其实我们是故意的。我们会砸碎这个牢。谢谢蓝天汉的野鞋。进攻，撤退，重整旗鼓，此反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天涯了，来一个巫妖之祸。其实是塞拉斯吧，他比较扛他这奥恩。哎，那我要偷耗着的有什么用呢？游戏声这回还大不？我掏，谢谢来给我暖床吧，谢谢来给我暖床吧，一下一给我来一边两边三边四边，死了，死的有点快呀。偷个大招，哎，我不上，掏一下，一边两边三，这么疼吗？这赵信打人有点痛啊，这说明我们得来一个沙漏了。赵信的装备有点好，星石收集者。哎，我出个沙漏吧，我把这药卖了。哎，我还能买这个呢，买个这个，这个要是能卖钱就好了，我可以一直在家里边刷钱。卡一波 bug， 试试薅着大招，偷个薅着的。偷个薅着的大招，看看这薅着大招有什么用？能不能很远距离就开始放鞭？嗯，一下大过来，一边两边三边。石头人，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，叮！这技能没用啊，好像啊。谢谢日耀的晴朗。
加点攻击距离，只能平 A 也不能放边，这有什么用？我还 A 人呢。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，我跟他们玩一会儿。基地爆炸了，谢谢这个 B6543。